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 CCTV 空中剧院。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白蛇传》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让人唏嘘不已，分不清错与对，谁是谁的羁绊，道不明理与分，谁是谁的眷恋。就是这样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今天将会在我们的京剧舞台上绽放出别样的风采。观众都是拿着这个被子，拿着席子去排队，啊，应该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看了这个戏呢，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到我认识了一个新朱红。因为这出戏呢，是张艳霞先生的这个代表作。从1963年，在那么多的《白蛇传》中，张艳霞老师和大家的区别，以及她和大家区别之中体现出的那种艺术魅力和艺术特色，一下就是《白蛇传》的演出更加丰富了。从此呢，有了张艳霞版本，也成为赵派艺术的一个代表作。这出戏呢，过去呢，在80年代呢，去到全国各地演出，都是受到广大观众的这个欢迎，啊，外地的，尤其是南方啊、上海呀、啊、天津啊、武汉的，对我母亲都是非常熟悉的，因为50年代呀、60年代，她经常就到这些地方去演出。观众一听说来了以后啊，就是连夜的排队，啊，剧场就是排的跟长龙一样，观众都是拿着这个被子，拿着席子去排队。啊，应该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一票难得。那么在演出过程当中呢，也是观众特别的欢迎，啊，每次都是剧场的气氛呢特别的热烈，哎，尤其是到这个河伯这段唱的时候哈，很多观众啊就聚集到台前，把这个录音机呀、啊、都给码的这个前台上啊，舞台前这儿一溜。都要录这段唱，这么多年呢，我母亲说了，就是观众一直在支持着我，啊，我非常感谢观众。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出戏拿下来。李院长，今天我们看到朱红的这出《白蛇传》是跟张艳霞老师学习的。那其实我们知道朱红之前是学这个花旦的，但这次演这个《白蛇传》，其实白娘子是一个青衣行当的一个角色，对于她来说是难度挺大的一次表演。对，是应该说她自己应该是一次跳跃，应该一次挑战。那么朱红呢，原来是就是拜的是刘长宇老师，地地道道的学花旦。那么这出戏当时我们选定他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嗓音条件比较好，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希望能有自己也给这个机会进行自我挑战一下。那么学到接触到这个戏以后，他就觉得有很大很大的难点。后来我们跟朱红说呢，就是说既然选择了自我挑战，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出戏拿下来。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那个这个张楚燕，他的女儿，赵老师的女儿张楚燕的那个精心的帮助。朱红呢，这出戏呢也付出了很多的很多的努力，这出戏能够展现到舞台上得到观众的认可，他自己的付出，在一个团里面呢给他很大的支持，同行们呢给他了很多的帮助，我想呢这是分不开的。看了这个戏呢，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到我认识了一个新朱红，第二个呢，我就突然感觉到可能这样的一种艺术走向也是朱红的一个新的
艺术之路。首先大家都很熟悉朱红呢，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花旦演员，而且他的老师呢是刘长宇老师，因此呢他演的什么春草闯堂啊、红娘啊这些戏呢，都非常有花旦艺术的特色，也体现出了他在花旦方面的一些优势。因为张远侠老师本身也是一位花旦演员，而朱红呢有很好的花旦基础，他就使赵派艺术所体现的那种家常性亲和力，他用花旦演员就很容易表现出来。对于一个这个《白蛇传》中又文又武来说，作为一个花旦演员，这个难度应该说是可想而知了。哎，不过朱红这个演员呢，他的那个整体条件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嗓音，那么他的表演上，哎，捕捉的赵派的特色特点，他也能够捕捉得到。《白蛇传》这个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这个一种后辈的这么一个力量的向观众这么一个展示。张老师，《白蛇传》这出戏可以说是张远侠老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出戏了，尤其是那一段小乖乖脍炙人口，到现在戏迷朋友们还是在不停的传唱。关于小乖乖这段唱呢，原来的剧本呢没有这段唱，那么是在我母亲的这个要求下啊，她感觉这场戏呢好像是如果唱几句散的呢，好像不足以表达这个白素贞呢对孩子的这种感情的抒发，所以呢他跟田老说呢，希望呢田老再把他加一段唱。后来田老说那好吧，那个明天你就给我就上这儿来取来。所以呢田老呢就是连夜把这段唱词就给写出来了。方飞老师，其实说到许仙这个人物啊，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是。但这个人物就我而言，我觉得挺让人爱又挺让人恨的。是这个角色呢，我觉得这么多年啊，我演了太多了。这个许仙，就是这次录像的时候是这个赵艳霞老师这个版本的。我来到北京京剧院以后，我排过这个我师娘就刘秀荣老师这个版本的，之后呢又排李慧芳老师这个版本。完了又排我们北京剑名家李玉福老师的版本，又排杜近芳老师的版本，完了这是第五版，这个是这个赵艳霞老师这个。你说我都演过这许仙，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比较困难在哪儿，我老怕串词儿，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而且你像我们这也有规定，你排哪个老师的版本，你一定要按哪个老师的路子去走，包括他的台词儿，你不要乱变。所以通过这一个月排练呢，我就也是强把这个脑子这个改换，我把原来的都要忘掉。接头这次这个赵艳霞老师版本的许仙呢，我觉得跟前几个我饰演的也不太一样，生活化也比较浓。因为这个陪赵老师当年演的是刘雪涛老师，就是说我看了一枚像以后，也是马顺德老师也在说，就是比较念白呢，就是说特别接近生活化，特别自然。比如就说那个有一句台词儿，食材我在江边鱼酿自埋的，洞庭山十仙水果买些回来鱼酿子尝尝啊。完了那个白蛇说哟，说我意思我太客，我就接下一个台词，有，就这一句，他这个就是比较接近生活化。
在洞庭山，十年水过，满溪回来，与娘子尝尝啊。官人如此见难，多谢了。哟，娘子是哪里话来？我记得当天演出的时候啊，在这那天录像的时候，我确实是，我那天可能是也比较投入吧，尤其到断桥那点白蛇青蛇不要杀我，娘子听我说呀，听我说呀，这时候底下观众一喊，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当时我在台上听到那种感觉，我说哟，怎么还有人这么恨我的感觉？说明您刻画这个许仙已经入木三分了。那倒也不是，因为呢，这次呢也是朱红也挺不容易的，她也是我的小师妹了，我也比较认真，所以呢经常跟他去对。朱红呢也是比较一个开窍的一个年轻的演员，所以呢他的嗓子天赋又好，宽厚洪亮，大家一看都能看到，所以呢他学赵派也非常合适，所以唱赵派的唱腔又非常的好听，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这个朱红带来这白蛇传一定会让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眼前一亮的。这个戏啊，我觉得可以说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艺术启示，就是我们如果一个演员要发展，一个演员要给观众新的面目，不一定就要拍一个别人没拍过的戏。白蛇传的赵艳霞这个版本就是最成功的一个范例，那么多人演，但是一个艺术家可以在别人演出的优秀的文本基础上演出自己的特色。因此我觉得这次朱红的演出呢，可以说呢是一次非常好的向赵派艺术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不学习经典，你怎么学习流派，怎么传承流派？你不实践经典，你怎么能获得心得体会，使你对这个流派，对你学习的艺术家，对京剧艺术有一种切身的理解呢？因此我觉得这次朱红交上的一个答卷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答卷，说明朱红具备学习赵派的很好的条件。你有那么好的条件，有那么多的人关怀你，有这么好的老师传授你，我觉得朱红真的应该在赵派的艺术的传承上可以发挥他独有的一种优势。观众朋友，刚刚听了这么多嘉宾精彩的介绍，我想您对今天的演出一定是充满着期待。那么欢迎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给我们栏目组来信的方式提出您的意见或者建议。此外呢，您还可以登录空中剧院论坛留言，或者是新浪微博 CCTV 空中剧院官方微博，和我们在网络上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的看戏感受。我们将会定期抽取幸运观众，赠送 CCTV 空中剧院精粹选编的 DVD 光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 CCTV 空中剧院，精彩好戏马上开始。